如果你都喜欢酒和朱古力的话，那就要留意了。奇乐推出了全新的海景加福洲际酒店 Staycation， 这个独家的 package 就联成了 Baileys 的甜酒和南美朱古力品牌 Republica del Cacao。 想知道这个 package 有多棒，就跟我来看看吧。这个独一无二的 staycation package 就包足三餐，除了双人自助早餐之外，还有双人主题外带下午茶。入住当日可以在 Cafe on M 海景咖啡王换领，再拎上房慢慢摊的。逢星期日至星期四入住就最抵，可以由尊上城市客房免费双重升级去到尊上海景客房，还保证住足30个钟。至於 package 的晚餐就包雙人牛扒海鮮三道菜的晚餐，連 Baileys 甜酒兩杯，朱古力和酒再加牛扒這個配搭是相當之不錯的。想將 staycation 體驗再升級的話，就推介你來 Tiffany's New York Bar， 這裡收藏超過300種的 whisky， 酒櫃就最適合了。咁依家咧 Klook 就做緊優惠，咁如果你都想試下呢個主題嘅 staycation 咧，就快啲去 Klook 度 book 啦。